登录 i 运动平台，点选会员中心，输入申请会员时设定的 email 及密码。按登录钮登录 i 运动平台，与选单点选运动 i 台湾计划，点选计划申请作业功能，画面显示计划申请表列，要新增计划请按新增申请钮进入，输入计划专案项目资料，画面上红色星号为必填栏位。按新增钮，输入志愿服务所需栏位，输入参与对象身份、年龄层及宣传方式。按下一步钮，输入单位类别，单位名称按新增钮。输入联络人资料按新增钮。按下一步钮，输入辅导运用对象按新增钮。按下一步钮，输入训练课程所需资讯，按新增钮。点选场次设定，输入场次明细。按新增钮，多场次请重复以上动作，场次输入完成请按完成场次设定钮。按下一步钮，输入实际服务规划所需栏位，按新增钮。按下一步钮，输入经费概算，画面上红色星号为必填栏位。点选图示可查看经费项目补助说明。下方显示多笔概算资料表列，按下一步钮，输入附件名称格式，并按浏览寻找档案。按新增钮，可点选下载查看上传的附件，下方显示附件表列，可利用试印钮先印出申请计划书。按提交申请钮完成计划申请。完成计划申请后，会寄发 email 通知至各县市政府计划承办人信箱，各县市政府计划承办人收取信件后，请到后台计划管理系统进行审核。计划送出后，申请状态为提出申请，只可点详进入查看。计划状态为申请中，才可以勾选后删除。若您尚未送出，可点选边进入继续修改再送出。